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 第五集，友谊运动会。这回把我们约到这里，自己却迟到了。哈哈，小亮，你真是没耐性。我的才对！哎哎嘿！啊哈哈！哎呀呀呀呀！嗨，我来了！啊！智慧，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我们是要在这里露营吗？我没去过露营呢。智慧，我原谅你的迟到了。小亮，你省着点吃，这可是我们三人一天的量呢。一天的量？嗯，没错，我们要在这里展开特训了。你们试试看看魔幻陀螺能不能到达那里。我先来。全力注入魔幻陀螺，发射魔幻陀螺，是新鹰战车模式。赤天鹰目标前方的陆地。赤天鹰是速度型的魔幻陀螺，只要加足马力，一定能飞过去。该我了，赤鹰，全力注入魔幻陀螺，发射魔幻陀螺，赤鹰战车模式。赤鹰，利用那些石头去前方的陆地。螺旋，魔幻陀螺是无法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平地跳跃的。哦，对啊，你们不可以自行跳跃的。那边的石块又太平，对不起啊，赤鹰。没错，当个人是无法达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就需要伙伴的配合了。再来，赤鹰顶级甲模式。太棒了，这是伙伴的默契。刚才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没有默契在战斗中是很危险的。那怎么样才能增加默契呢？我就是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，所以特地带了这个爷爷发明的交朋友机。哎，智慧，这个交朋友机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帮助大家成为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友谊机器人。哇，竟然能说话。机器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们可以叫我R2。好帅呀、啊、R2，我和螺旋要怎么才能提升默契呢？朋友互打不相识，你们相互之间进行比试。我们要比试。螺旋，虽然是比试，但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哦。嘿嘿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全力注入魔幻陀螺，发射魔幻陀螺，赤鹰赤天鹰机甲模式。赤天鹰冲啊，让螺旋和赤鹰瞧瞧你的实力。收到，加油赤天鹰。赤鹰，在速度上，赤天鹰可不会输给你哦。好样的，赤鹰！全力归零！呀，我们输了！
小亮，这只是比试，你不用太在意结果了。赤天鹰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没事。又见面了，刚才那个摔跤技用的可真带劲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又不是你家，我想来就来了呗。赤天鹰，这小子是无法发挥你真正实力的，还是快回到我身边吧。你说什么？他们是在故意气你，不要上当。朋友被欺负应当帮助，朋友被欺负应当帮助，朋友帮助。小亮，我们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赞成。螺旋，他们说不定有什么阴谋的。指挥不要害怕，有我和螺旋在呢。谁害怕了呀？喂，你们几个商量好怎么逃跑了吗？我螺旋从不逃跑。对呀，逃跑明明是你们的强项。你说谁？这一次我们换一种方式决胜负。什么方式？第一场接力跑，第二场抢皮球，第三场拔河。这是要开运动会吗？怎么不敢接受挑战吗？谁不敢啊？来吧。哼，我们定个规则，谁胜出的话就得到对方的所有魔幻陀螺。不行不行，我不会拿朋友当奖品的。螺旋，可这也是收集魔幻陀螺的好机会呢。朋友的心愿要帮他完成。朋友的心愿要帮他完 成。好吧，我接受挑战。他们刚刚才战斗过，选力能已经消耗了一些，这次我们赢定了。是啊，我体能是最好的。他们之前是靠运气赢了几次，这回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第一场魔幻陀螺以战车模式进行接力赛，哪一队先到达终点就算赢。我不能发射魔幻陀螺，怎么参加比赛呀？白角溪，你能让指挥搭乘在你身上参赛吗？若指挥不下令的话，可行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也能参加比赛了。我现在画比赛的赛道，画好了，你们自己选择出场顺序。第一棒我来吧，我的赤天鹰是最快的。我来吧，我有白角溪帮忙，我相信我能取得好成绩的。还是交给我吧。我先来吧。我先来。哎呀，你们不要争了，还是我来跑第一棒。为什么？小亮，你想想看，赤天鹰速度很快，所以最好跑第二棒，这样可以争取更大的优势。智慧，白角溪有强大的脚，冲线时可能有用，你们跑最后一棒吧。全力助攻。全力助攻，魔幻陀螺发射。魔幻陀螺白角溪战车模式，魔幻陀螺飞银幻甲剑齿鲨战车模式。第一棒是螺旋和美一，第二棒是小亮和南星，第三棒是智辉和大力。大树是终点，准备。我不会让你领先的。哼，大小姐太棒了。赤影，我们上坡去。我明白了。螺旋在干嘛？螺旋，这路真的可以走吗？能行的，我们走。好。嘿，我来了。赤天鹰，换你了。赤天鹰，我们走。美银，快过来，我上了。可恶！赤天鹰，我会让你明白，你选择这个小子是错误的决定。你说什么？是木材，正好我是海洋皇者剑齿鲨。
放心，看我的！赤天鹰干得好！幻甲，到你了！来了，白角犀，我们要加油啊！小亮！什么？小亮，要让白角犀出赛才对呀！我要向大家证明，你选择我是正确的，所以这次比赛一定不能输。如果我们让智辉跑第三棒，比赛肯定要输掉，还不如我们继续跑第三棒。小亮，你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，我们是伙伴，没人可以改变的。赤天鹰，小心！第一场比赛结束，我宣布赤影队获胜。对不起，大小姐。不对，他们犯规。对，他们没交棒，不公平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接力跑的规定是要团队精神，交棒给队友是规定，所以你们输了。小亮，都怪你不肯交棒啊。好了好了，越是在这种时候，大家越要团结。我们一起去赢得下面的比赛吧！来，嘿，发射，冲啊！第二场抢皮球，只要抢到对方的皮球就赢。你们和陀螺一起参加，骑马打仗，玩过吗？哈哈，比这个你们输定了。还没开始呢，不怕牛皮被你吹破了吗？那赶快开始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和幻甲的厉害。热身完毕。这家伙力气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是他的对手啊？小亮，你让智辉操作白角犀。可白角犀只听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战斗吗？这场比赛对手实力很强，我们不能齐心协力的话，就肯定赢不了。明白了，指挥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白角犀，你只要躲开敌人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就行了。了解。哈，我们来了，冲啊！好，嘿。把球给我！我力气没有他大，要是被他碰到就糟了。小亮，绝处！别跑！螺旋，接住！什么？幻甲，我们追！小亮，接住！嘿！哈哈！嘿！男星，快去帮帮那个傻瓜！我来了！乖乖的把球交给我们吧，螺旋，我来帮你。小亮，什么？我们攻这边。赤天鹰，白角犀，我们一起攻击魅影。快拿来！放弃吧，这是大小姐的命令。不能让你们抢走皮球。什么？撞他呀！拿到手了，恭喜你，R2，给你。第二场，赤影队胜利。太好了！哇，都怪你们，抢皮球也不保护我。可是明明是大小姐叫我去的呀。你说什么？智慧，这场比赛多亏了你。智慧，你让我刮目相看了呀。谢谢啊。
现在举行第三场决胜比赛，拔河。大小姐，他们的旋律能不多了，嘿嘿，这场我们肯定赢。大小姐，刚才是我不好，这次我们一定赢。这场比赛一定不能输啊！我们能行的，大家加油！预备，开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快用力啊！我才不会输给你们！你们放弃吧。该放弃的是你们。大小姐，你肚子都饿了，要不这场和他们算平局，算了吧。不是本小姐的肚子在叫。好吧。喂，你们听着，我们大小姐说放你们一马，算平手好不好？好，大家算打平了。友谊的培养不能终止，友谊的比赛。喂，剑齿鲨，能不能再发动一次闪电攻击？机器人害怕闪电。快让剑齿鲨发动闪电攻击。好的，剑齿鲨，闪电攻击。就是现在，大家用力。不能终止。指挥，你爷爷到底发明的什么呀？杀人武器一定是。喂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一起合作战胜他吧。好，我们一起对付他。小心。攻击他本体，我来帮你。去吧，幻甲。你可恶，隐身闪电斩。小亮，你开出手。赤天鹰，左右扑击。成功。好恶心啊。我来了。赤鹰跳上来。再见了，R2。为什么？小心点，没准还能动呢。刚才谢谢你，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打败他的。我不需要感谢。这是指挥，你听到爷爷留给你的这段录音的话，那就说明你已经战胜 R2 了。他是爷爷制作的智能机器人，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你和你的朋友制造各种困难。如果你能够克服这些困难，你就能找到友谊的秘密。原来这才是爷爷想告诉我们的友谊。你爷爷真是个睿智的老人。切，明明是杀人武器。从早上一直比到现在，我们一口东西都没有吃。我这里还有一些牛肉三明治和火腿沙拉。谢谢指挥。接力跑的时候我没事的，我们是朋友啊，是好朋友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大力哥哥和他朋友都不吃番茄和生菜，你们说什么呢？他们最喜欢吃生菜和番茄了。大小姐，还不快吃！
蔬菜、番茄，我也会把最喜欢吃的留在最后吃的。第六集，超级武器。不正大光明的出去。嘘，小声一点，被奶奶发现了肯定怪我练太极。今天我已经跟智慧、小亮他们约好了。 Yes， 准备去哪儿啊？奶奶，今天不练功就想出去玩啊？奶奶，今天我和智慧、小亮他们约好了，练功改到明天可以吗？不行。疼疼疼。又迟到了。心不在焉可打不好太极，再不好好练，今天练习时间就加倍。不要啊，我会好好练功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约定的时间到了，你一直没来，所以我和小亮就来找你了。是啊，你还在家里干什么呀？还不赶快跟我们走，今天我们会用白角溪战胜你的赤影。罗旋，是你的朋友吧？还不快让大家进屋，大家是来找罗旋玩的吧？是的，奶奶。不过现在啊，罗旋还要练太极，暂时出不去呀。要不你们也一起来跟我练太极吧。真的吗，奶奶？我早就想向您学习了，太极真的好酷啊。罗旋奶奶，快来跳舞啊。下次再教你们太极吧。奶奶要去领舞了。好，哈哈。罗旋，真羡慕你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奶奶。奶奶是太有精力了，每天都逼着我爸、我妈还有我练太极，平时想睡懒觉都不行。太极练不了，那就去对战吧。快走啦，罗旋。近日，考古学家在森林发现了玛雅时代的古迹。不会吧？这个古石雕像的图案和我爷爷笔记本里描绘的图案很相似的，这里说不定有魔幻陀螺的信息。嘿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这就去那里。我说，森林这么大，我们能找对地方吗？应该没问题的。我刚刚翻阅了笔记，爷爷也曾经到过这里的，还画了地图。我们根据地图走，肯定能找到的。让我看看地图。智慧，你把地图拿到了？看，不会吧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好像真的拿到了。这个 N 是代表北边。要向上才对。那我们不是白走了这么久？不行了，我要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那大家都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继续找吧。小花猫，等等我呀！小亮，别跑远，小心迷路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智慧，才不会那么迷糊呢。小亮，小心脚下。小亮，罗旋，救命啊！小亮，小亮，你别怕，我来了。好孩子，不要模仿罗旋的动作哟，我还是另外找条路下去，安全第一。小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谁知道这里有个斜坡呀，真倒霉。没事就好，以后走路一定要多注意脚下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下就去找古迹吧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。
小亮，要不是你摔下来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这里来呢。你运气真好，看来我的屁股还真的没有白疼啊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好多奇怪的石雕啊。没错，这些石雕都和魔幻陀螺有关，你们看看这些图案。啊，你们看，这不是赤影吗？不过他怎么还拿着盾牌？还有赤天鹰和白角犀，他们也都拿着武器。赤影，难道你们魔幻陀螺还可以使用武器吗？可为什么在之前的战斗里都没见你们使出来过？这次苏醒之后，我们失去了很多有关战斗的记忆，我也忘了武器是什么。赤天鹰、白角犀，你们也记不起来了吗？看来魔幻陀螺沉睡太久了，所以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哦，我有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们可以通过对战来唤醒沉睡的记忆，毕竟武器只有在战斗的时候才会用得上吧。指挥，这是你今天说的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。来吧，螺旋，这次我不会输给你了。好呀，小亮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赤影，来战吧。好的。全力出动，魔幻陀螺发射！魔幻陀螺，赤影、白角犀，机甲模式。白角犀，全力攻击，展示出你的力量！如意福当关，万福莫开。赤影加油，我相信你。螺旋，我是不会辜负伙伴的信任的。好像处于下风，指挥，难道白角犀的旋力能输出没有赤影高吗？不是，旋力感应器上显示，赤影和白角犀的旋力能输出是一样的，究竟问题在哪里呢？哦，找到了，爷爷的笔记里记载，所有的魔幻陀螺都有自己的属性，像白角犀是金属性，而赤影则是火属性，在五行理论里，火克金。所以白角犀对战赤影就会比较吃力。那这么说，白角犀对战火属性的魔幻陀螺就肯定赢不了了吗？那也不是绝对的，只要有合理的战术，就像在之前的战斗中，火属性的赤影就曾经战胜过水属性的剑齿鲨一样。战术？可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出什么战术啊。对了，可以用武器啊。白角犀，使出武器。白角犀，你怎么还不用武器啊？我不知武器何用也。啊，哎呦，赤影，你现在能用武器吗？对不起，螺旋，我也想不起怎么使用武器。没事，现在双方都无法使用武器，赤影再加把劲儿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哎呀，玄灵归零，无大意也。玄力归零。赤影，你真棒。这没什么，主要是白角犀的属性被我克制，不然要赢可不容易啊。这次比试虽然让我们了解到魔幻陀螺之间各有属性，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无法使用武器呢？要不我们大家再看看石刻吧。你们看，石刻里这些操控着魔幻陀螺的人，在他们的周围好像都有一些螺旋状的波纹，就像奶奶教给我的太极里面的气。没错，不过根据我爷爷笔记里的记载，这些气应该叫做旋力能。我在想，你和小亮都无法让赤影和白角犀启用武器，会不会是跟旋力能有关呢？小亮，你怎么说？指挥没办法启动魔幻陀螺，也可能是这个原因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回家让奶奶教我们怎么运用气吧。是旋力能。走吧。螺旋，小亮，要不你们先走吧。反正我连魔幻陀螺都启动不了，找奶奶学太极也是没用。
而且我还想多看看这些石刻。可我和螺旋都离开了，就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不害怕吗？说不定这里会突然出现一只大老虎啊！那怎么办呢？不愿留此半只灰，诸位请宽心。有白角犀你在这里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不过白角犀，有时间你还是多学下现代汉语吧。哎，打射！冲啊！嘿嘿。智慧，吾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你说吧，我能帮你的一定会帮的。吾想请智慧传授现代语之道。你是想让我教你说现代语是吗？好啊。谢谢你，智慧。等吾学会现代语，就可与小亮谈吐风生了。真羡慕小亮和螺旋可以启动你们魔幻陀螺，为什么我这么笨，老是学不会呀？吾觉得智慧很聪慧啊，只是缺少些毅与勇也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吾有一计。智慧传授吾现代语，吾教智慧毅与勇，可否？当然好了，白角犀，太谢谢你了。啊！快瞧，我们用太极！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运用体内的气。玄儿，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？奶奶，我们是认真的。好的，那我也会好好教你们的，不过可不许喊累哟。人类体内都有气，只是每个人自身气的强弱不同。而太极则是一种教人运用气的功夫。好了，你们按这个动作先练习100遍。100遍？奶奶，你有没有其他速成的办法呀？有，倒是有，不过灵不灵却不好说了。你们要试试吗？要。人在快速自旋的时候，因为惯性的原因，在急停时会头晕目眩，无法站立。但是只要控制体内的气也跟着旋转，即便急停也不会有任何不适的反应。你们练会了这个，应该就能控制气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在就可以。要看定一个焦点，视线千万不要离开。当心啊，螺旋！哎呦！再来！玄儿这不服输的性格，倒是和当年的我一样。慢慢其修远兮，不可怠慢呐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让我做50个，根本不可能，我做不到啊！有志者事竟成，智慧，勇者绝不轻言放弃。你难道不想成为勇者，与吾辈搭档吗？爷爷，你在做什么呢？爷爷在研究魔幻陀螺，他们是人类的伙伴。当大魔王复活的时候，魔幻陀螺会成为人类的伙伴，一起对抗大魔王。爷爷，我能成为魔幻陀螺的伙伴吗？一定能的，智慧一定能成为魔幻陀螺的伙伴。我答应过爷爷，一定要成为魔幻陀螺的伙伴。我不能放弃。14、15，智慧加油！感受体内的气，让气随着身体旋转的方向跟着旋转。我们成功了！对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智慧和白角犀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。奶奶。
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奶奶再见。嗯，看天色，怕是要下雨，他们可能要淋雨了。48、49、50，目标达成。啊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虽然由晴天做到了阴天。是你，智辉是一名说到做到的勇者。哦，智辉，你不是在研究石刻画吗？怎么累成这个样子了？这是个秘密是吧？没错，这是我和智辉的秘密事业。我听得懂白角溪的话了耶，我变聪明了是不是？啊，是也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的太极学得怎么样了？成功了。这次我换赤天鹰出战，罗旋你要当心哦。不管对手是谁，我和赤影都会全力以赴，是吧，朋友？是的。无论对手是谁，我都不会畏惧。我和小亮才是最后的胜利者，等着瞧吧，赤影。全力出击！魔幻陀螺，发射！魔幻陀螺，赤影，赤天鹰，机甲模式。上吧，赤影，击败赤天鹰。上吧，赤天鹰，胜者将会是我们。明白。赤影和赤天鹰同属于火属性，不存在属性相克，而且他们的旋力能输出都达到了82%，也不分伯仲，这场比试胜负难料啊！啊，等等，他们的旋力能输出都明显提高了。螺旋，这样打也不知道会打到什么时候，我们就使用武器决一胜负吧。好啊。正好看看从奶奶那里学到的本领管不管用。现在我要将这股旋力能传递给赤影。赤影，使用武器！哎呀！啊！啊！赤天鹰，使用武器！啊！哇！他们真的成功使出了武器，太帅了！罗旋他们真的进步了很多，居然能用旋力能唤醒了我们的记忆。要不我们用那个决出胜负吧？你是说那个吧？好久没用了，正好试一试身手。龙息火卷，火焰冲击。魔幻陀螺的力量吗？哎呀！旋力归零。赤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好久没有使用必杀技了，有些生疏了。可是感觉都回来了，真精彩呀！赤影和赤天鹰都回到了迷你形态，这场比试算平手吧。平手不正好吗？本来朋友之间就没有必要分出胜负，不是吗？
没错，我们本来就没必要分出胜负。我们是伙伴。对，我们是伙伴。哇，下雨了，大家快跑啊！魔幻陀螺被螺旋爸爸发现，幸好爸爸只是把他们当成玩具，而美伊的爸爸却因为太忙没有办法陪他过生日。孤独的美伊一个人出去寻找新的魔幻陀螺，新的魔幻陀螺出现，却和魅影展开了激烈战斗。究竟美伊能否得到新的魔幻陀螺？请看第七集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